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一起来玩爆裂飞车第二代新能觉醒玩具，就是梦幻双星映雪映夜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梦幻双星，这是爆裂飞车爆开的状态。收纳起来，把头往里收。对啊，后面先扣上，像是翅膀，两边的翅膀，收纳成飞车的状态。梦幻双星呢，有个特点，可以在车前这一部分进行双夺金，然后爆裂变形。我们试一下能不能同时吃到两个晶片。哦，只吃到一个晶片。OK， 一起来尝试一下，也还是只是吃到一个芯片。芯片剪到下面去了，换个角度尝试一下。现在我们同时抛两个芯片，同时吹过去，也是没有同时能够吃到芯片，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可以了，距离比较近，吸过去的话，同时吸起到两个晶片，完成了爆裂变形。这就是今天跟小朋友们分享的梦幻双星爆裂飞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给我们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